描述吧，大家都在说。可以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休养过，休养过，其实他检查过。你是私服吗？不是，换衣服，快点，换衣服。丁哥再来一次没看到，方式你不知道吗？下一个是我，大炮太能画了，他是练两个，你还是在那画。不要了，哥！不，几个月了，差这里。你已经唱了海妖了，不早唱了，现在真的吗？我觉得你唱了。哇，张哥，这不是上次我好像第一次来，这不是那个，你怎么还有便利店啊？挺关了呀，关了吗？张哥来过好几次了，我都没来过。之前来过这儿吗，小何？来过。来这儿好多次了。不过他们这儿烤肠没看懂，我很失望啊。每次来这儿最想吃的是他们的烤肠。惦记着他做的烤肠。放第三个。
小宋，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啊，说什么？刚刚你们那么开心在讨论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平面老师下去了吗？你真的想听吗？平面老师下去了可以私下告诉你，但是你先把不不不，不要先问他，你是真的想听吗？你们赶快去听，真的想听，真的想听吗？是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是不是对你的前途没有轻易的认识啊？我不做，你不做哦，真的，你真的不做哦？好的，就那个腿上跟挂了铅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先画这个吧。可以啊。画这个。冰山，冰山。我画冰山吧，因为这个也是我的，是吧？我知道了，我看到了。好嘞。冰山那个。啊？他可以用那喷的吗？他说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喷漆也可以。对，喷漆我也想拿一个。然后这个是蓝色的，那个是银色的，这个是颜色，对。了解了。尽量快点哈，这个漆纹多了也不好，赶快搞定，赶快。Hello， 这是你掉的外套吗？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被丢掉？我觉得你要加个，你要跟我要口语化。可以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不然一起吗？太偶像剧了。没问题。那就我要去吸他。一起吗？我要去吸他。一起吗 ？Hello， 这是你掉的外套吗 ？Hello， 这是你掉的外套吗？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被丢掉？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你不要跟我。哦，那就算了。这是你掉的外套吗？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被丢掉？哦，对了，我要去练吉他，你要跟我一起吗 ？Hello， 这是你掉的外套。Hello， 我们穿的吗？可以冲着我来一遍来。打一批了。冲着你来一遍啊。衣服掉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平常你们都觉得我穿衣服好看，其实也就是随便穿穿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在衣柜里面闭着眼睛摸两件出来就穿成这个样子。像今天这套啊，其实也有我亲自设计的元素。嘿，想不到，其实我也给你们准备了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不不不，有好的啊！张哥已经拍完十几分钟吧？对啊，我们张哥可瘦了，背词也是两分钟背完了。他背词啊？换你刚拍的是什么词？换了就是录了个张哥拍了一啊？刚就是在那边跑了吗？啊！来快来快！今天戴那个戴个眼镜。好的好的，你快乐吧姐。你们快乐吗？我们先录吧，我们先录吧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还是说先冒险，先先 OK。问词哈，大家说。大家来吧，来吧。Good。快。Good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了，很帅哦。不要补了，视频没事了，你可以补油，我压呀。没关系。来吧，来吧。